卫星世界金刚百折波罗蜜经，心中一笑。各位维新贤士同学，我们共念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我们坛城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，还有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，以及日本西湖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，持有后裔北移韩国环熊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众等，及双法界三界万灵众等。今天的共修将要接近圆满的时刻，我们除了祝福各位大家能够心开意解，祝福各位知一切法，运用一切法，布施一切法，所学的一切法毫无私心的来供养你们的祖灵，供养法界三界万灵众生众等，你们即是佛，即是菩萨的境界了啦。所以一个人一直想我要成佛成佛成佛，我告诉各位，你要成佛的条件很简单，就是要一直八正道，你才能成就为释迦牟尼佛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。所有一切佛你要成就，一定要知恩感恩和报恩加上佛法八正道，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的八正道依法修行，用在生活上，每天用在生活上。我相信当下现我们在千佛禅堂会成就一千位的佛在世间。所以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导驾慈航，在这么艰难的万教齐发的环境，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先安大家的心，然后让大家心有所安，就有智慧可以修行，就有智慧思考而成就成佛了啦。所以我们道家都一直在谈道德，道德是应该的，但是你如何做到道德，建立道德。我常常遇到有的信徒，他来说：“哎，师父啊，
你那拢敢来讲一经啊，无讲道德。我说什么叫做道德，什么叫易经，你懂吗？啊，他有的说易经的圣命呀。我算命有什么不对？我说不对，你算给我看嘛。你说我哪会晓？那不晓得要吹牙较点的。你就无道德啊！你知无？你是债务共拖拖几大阵，亲戚朋友丢人丢，唔嘛挨挨杂杂。你就无道德啊！你知无？讲啥物道德？边人来，嘘嘘，叫我卖讲啊！你叫我卖讲，我就喊你卖讲啊！我你就无道德个，债务共拖到几大堆。啊，穿一件休闲的衫，就讲你谈道德，骗吃骗喝，佛道都被你污蔑了。啊，拄啊，下面伫咱的后壁如来会起来见证佛呀，三四个朋友都听我讲话起来，就起来啊。啊，啊，主席拄个熟识。用师傅你来教我，哎呀，这几位都在教我讲道德嘞，要来修道德啦。哎呀，这了，这上无道德的人啦，钱甲骗骗的去，我讲伊我都替我做法，妈呀，迄做法因个伊家己负责啦，你家己无智慧啦，你再叫人做法啦，两个话当真话骂了呀。哦，伊讲我。怕死嘛，不来仙佛寺啊啦！他打死也不会来仙佛寺啦。我那娃娃都要过来的哇！哎呦，啊，手拿着一个包包，里面藏几粒迄个玻璃球啦。都讲这个哦，水晶里穿着看嘞吼，啊，都会当让你发财哦。里面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有什么发财？我哩有没个骗想？骗鬼，买骗子，买发财，你为什么不自己花？你们学不得干的话，啊，不对啦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哦，好啊，反省忏悔，莫安尼啊，哎呀，啊，侬明明七十外岁人啊，我才迄阵五十外岁，伊七十外岁啊，哦，莫安尼，佫食无几年啦，道德都是你看，这就无道德啦。啊，有一天就在草屯，啊，遇到一个朋友，都是咱的信徒，讲好，恁的大头混什么的，足歹啊，我哪歹？恁看我歹无？没好，你也无拄着嘞。黄山老祖。啊，所以老祖啊，开示我们，道德是建立在良心的基础上，建立在心安。你要建立心安，你要先知命，知天机，啊，知因与知果，知义，易经之道，你知道了，命中若有，自然有；命中若无，莫强求嘛。啊，卖勉强嘛，你就是一位遵守道德的人啊。所以从这件事情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的啊，提醒我啊，教导我们所有贤士同修，你们不要听人说哦，那水晶球会帮你发财，骗人的啦。会发你哪不跟你发？那四个东西会帮你发财了？不对吧？你每天只想着那几万块钱的水玻璃珠、玻璃球，一个一千块的走起来，卖你二十万，你说哦，我一个想二十万让你发财，那都不对，都没有智慧了。
那着相住相啊，所以大家要注意啊，嘿啊，不要我用这水晶球什么来不来做相，这东西骗人的啊，甘愿哄骗活该哦。那我只有这么讲而已，其他不讲的你阿伯不来上课了啦，弄死我们哈，对不对？对啦，一个来上课哟。后来好啊，啊，《佛经》刚经所说的，佛说，菩萨为利益众生，应如是，应如是布施。刚才所讲的，那无住色生心，无住色布施，像我们水陆法会到了，啊，我们没在这。普渡都一万多桌，还要我们同修各地的同修分寺道场同修，我都分配每个道场有多少包回去分给当地生活比较需要的人，请他们帮忙来煮，因为那都有加持过了，金刚上师有加，龙天护法都有加持过了，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煮的一万多桌，所以送回去你们家里啊，送回你们附近啊，给出米塔位比较有需要的人，他们来帮忙住供养他们的祖先，表示他们祖先也来参加水陆法会受纳供养，供养当地的三界万灵裸头裸位的好兄弟啊，他们能够闻香啊，转入世田啊，来时机去时宝，那就能够全台湾全国都能够布施，都能够普施，皆能普度啊！这就是这个名词，菩萨为利益众生，应如是布施，如是告诉你们的，送给需要的人，拜托他们帮忙在家里煮啊，家里食用，所以他们呢都是菩萨来的，不是说他是善中人的，我想白说他是想善中人，本身我也是穷过来的人，我很怕人家说哎呀那学员啊，那一开始就散了啦，我告诉你，你说他散你就散了啦，听有没有？有吗？有哦，那还敢你有多少哎？糖有吗？有哦，你给我闪，我们上个闪人家。我告诉你，那不对了啦！你要做菩萨心，以菩萨相来布施，将这些老祖所传的。啊，我们的贡品来分送给他们，啊，拜托因住，啊，因家的只缘有龙天护法、诸佛菩萨会加持，因为我们在诵经法会的这一段的空间，龙康的内底有偌大呢？有多少的灵魂界，多少的天龙天护法呢？啊，在一起加持，你送去了，他们都跟着到他们家。好因，遐念三界万年来纳受，那你维新圣教总本山水陆法会来供养啊，安尼
拜托因主，因有讲对无？安尼因是善良人无？嗯，是啦，省吃俭用而已啦，无像你食咱，咱就食遐尼浪费啦。啊，那么尊敬他们都是菩萨，他们在剃罗缅甸的做完会，一家养好几口，薪水有限。那我们这个斋串供养，请他们来家人住。到处呢，他们也很高兴，我们也很感恩，一起来供养法界众生，安尼才有法度真正的达到所说的菩萨为利益众生，应如是布施，这个也是这一个道理呀。还有我们学习易经风水，你看到他家里很不好，会不平安，那你们就不要计较有缘，你就跟他说啊，我一上我要上来，你处哪会够较好呢、不花钱的情况之下，你怎么改怎么修正啊，你家会更平安，在这里住的孩子也会更聪明。恭祝王禅老祖圣。哦，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嘛，有84000个法门呢，不是跟他泼豆娘呢。那么现在大家送这么多的经，1000万部，我在烦恼今年是不是会送到1000万部来供养？啊，布施法界三界万年，布施我们大家共同的祖先15615姓氏，列祖列宗诸祖灵，我在烦恼。哎，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，大家有空都诵经，无住相布施，你依法修行，依教奉行，即是功德无量啊。这个是菩萨恨哎，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有一个所有宗教没有了，老子要我们要诵经，回向给我们的祖先，回向给我们冤亲债主，回向给某某人的冤亲债主，回向给某某的累劫多生父母，回向给10万法界3界万年，仰仗佛力，水陆法会。啊，法传奉送，灵归极乐净土啊！那当下信，我们都是菩萨哎。没有诵经的请举手，好不好？那有诵经，你们都菩萨嘛？要你客气啥？卖客气了啦！啊，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自己所修的。啊，天界、神界，啊，给我们的肯定，给我们的加持灌顶，我们应该要知其因，也知其果。果是光明的果啊！所以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，啊，大家呢，平时除了把家里照顾好，你们就是菩萨；把事业照顾好，你们也是菩萨；把工作尽本分做好，也是菩萨。然后你们来易经学好，也是菩萨。我们上课啊，各地在上课啊，依法修行，依教奉行，也是菩萨。所以菩萨与贤士是等号。我们叫贤士，某某贤士，你们是中心贤士了，啊，也是九地菩萨的初地菩萨了，那已经不得了了呢。啊，接再接上去，头顶上是佛，观音菩萨头顶上是佛，王禅老祖头顶上是宇宙虚空一个大圆满。哦，我们大家都是一样，
你了解道德真理，哎，你会很幸福很快乐。哎，你快乐吗？有烦恼吗？骗人、啊、没有，我的烦恼多多的，我的烦恼，你们只有烦恼你一个，还家庭的小孩子，我烦恼你啊，大家还有烦恼你家里的小孩子事业怎么样？谁讲我是做我福气的，叫烦恼的本钱呢？啊，你们也很有福气，才有烦恼，把烦恼带到仙佛寺这里来，把老祖老祖啊，我有烦恼啊，请你修起来啊，我丢给你，屁股拍拍，下山怕别不强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是金刚妙心呐、啊，哦，金刚心呐、啊，你把空间脏的东西全部清除掉了，重新再来，怕别怕别再怕别。所以我希望我们走维新贤士同修们要有精进的心，要珍惜把握现在当下当下当下啊。今天有够对吧？有悟多少？很多爱不敌哈哈哈哈、哦、所以都是一个累积啊，都是累积功德。我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，大家啊，要本着求人不如求己，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，大家学易经。尤其我们易经的命卦缠结，你们一定要自我修好，自我学好，你才能够先知道自己，你这一生来你要用什么来布施啊？有六亲的布施，有父母就是用你的文章文曲来布施嘛。啊，七财爻用你的事业的努力来布施，无相布施嘛。啊，官鬼爻当官服务众生嘛。啊，兄弟爻不是修怕的，兄弟爻就是五鬼印财，爱兄弟嘛，协助 他人、哦、帮助公司社会一家人养育子女。啊，子孙爻就是有很多的技术上的啊修行了，这些都是我们无相布施本来命里面就有的啦。啊，所以你要知命知天机啊，我们整个的人生你会很幸福很快乐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大材大用，小材小用，功德一样啊。那世间大概功德好呀啦。啊，所以你能够无相布施，只有多读经文啊，然后用在生活上，尽责任尽本分，那你即是菩萨恨啊，即是菩萨的功德天了啦。今天我们共修时间到这里一个段落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